熊黛林今天为某品牌示范首个珠宝系列，身穿桃红色长裙，配以 18K 黄金、钻石项链及戒指，使得令更加美艳。令与一般女性无异，都爱钻石首饰，尤其爱黄金配钻石。当问她有没有收过异性所送的首饰时，她甜丝丝表示，最近收到男性所送的钻石吊饰，但否认是定情信物。至于是否情人节所收到的礼物，她笑笑说，情人节之后收到礼物，是日日都可以用的事物，且自己很喜欢。也没有说是真的要是把它定义为是定情信物那样子，可能就是像生日礼物啊，或者是什么节日的礼物，收一些项链啊，都会有了有这种东西。是之前生日的礼物啦，收到一个吊坠，然后很漂亮，是我喜欢的那种，然后所以我就经常戴在身上。程程之前在泰国拍戏，令亦透露下月与家人到阳光海滩的地方旅行。至于到时会否顺道探程程班，熊黛林表示，程程在泰国的戏份已经完成，应该会到其他地方继续拍摄，所以不会有泰国探班之说。不会啦，因为他们那边已经结束了。然后因为是跟家里人第一次出去旅行，家庭旅行，所以希望去一个比较人比较少一点的地方，然后也是比较容易去到的地方，阳光沙滩啊，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过一个假期。